原来这么大的花费，丰产是50，然后两个加起来就100。他还说很贵，会今天。我们真的有点吓到。呢间就我今日睇嘅牙医啦，我成日觉得台湾啲牙医诊所系好鬼靓。嗯，第一次来吗？哎，对。那帮你介绍介绍。好，好的。东方水先放旁边。两个字啊。先把你把头固定起来，不能动哦。好，谢谢。你的拳头还是帮我大概讲一下哦。哦。它这个是左右相反的。哦。就是说你的右边其实是这边。啊、哦。左边是这里，那你有崩掉的位置，你看就是。啊啊啊！对。看到凹进去。对。哦，那这颗的话，你现在是会痛吗？不会。待会看看能不能直接补啦。除了这个之外啊，你的对侧上面的这个牙齿，哦、这个牙。啊、有一点小蛀牙，所以右边上有一个洞，啊、对，看起来也是有蛀牙的这个位置，这个、对，你的神经是在中间这条细细的，这里条是个尖尖的，像一个火焰这样，那你蛀的位置已经到这里，哦、no. 所以其实很近，那个挖下去看才知道要不要抽啦，哦、oh, ，OK， 希望不要抽啦，啊、抽完之后。牙齿会变脆弱，这样会酸吗？不会，不会。我们今天就先帮你补这颗牙齿，补完之后牙齿帮你洗一洗啊。那后续其他的蛀牙就是你再帮你的时间。我你会怕看牙齿？可以啦。可以啊，随便啊。不要、啊。我们先直接去刮啦。如果说你真的很痛，没办法忍耐，我再帮你上麻药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你的那个状况来讲，应该直接挖是还好啦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是挡你的舌头跟你的口水的。嗯，不然你等一下哦，舌头口水一直跑上来，补的东西容易掉。你想要拍得更清楚。住了一家人在里面，哇，好大哦！九重跑出来了，他现在不可以说话。头先医生都讲佢咧有一只牙系个牙窿好大，咁样都有好几个月都冇去处理噶啦。咁另外有几只牙咧就系以前咧都补过，但可能嗰啲。填充物啊，補充物咧做得唔好，咁令到佢都再一次攝咗啲嘢落去，都蛀咗咁樣咯。佢如果整到中間佢又覺得痛楚嘅感覺咧，佢就舉手先再幫佢落麻醉嘅。同埋啲醫生都係偏後生，同埋偏靚仔。其實講真啦，個醫生咁靚仔，你都唔怕一年嚟一次啦。翹腳佢喺度，你睇下，懶輕鬆咁樣。有口水就講咯，吼，係啊。哇，他那边的蓝光杀菌了，对吧？跟做指甲的那个道理有关吗？晒灯，类似，对对对对对，树脂照这个光，对对对。要拔起来了。好，漱口气啊，还要吗？他紧张吗？说话。你咬起来会不会觉得酥酥的？一点点。我不痛，只是我给自己的口水淹死了。哦，你这个太后面了，这家夹着，嗯，舌头会更不舒服。所以在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个，树枝这个技术，是不是？小时候的那些，以前都是用铁粉啊，对对对，对，银色的啊，现在大部分人都用树枝，牙齿颜色的树枝，慢慢的就是。有没有比较过是哪一种比较好的材质？就是其实都可以用很久，只要你有刷干净，主要是比较不好看。摇出来，动一动，磨一磨，好，这张它应该是比较靠后面的地方。嗯，好了 ，OK， 那先漱口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牙齿帮你洗一洗哦。好，谢谢。俾人洗牙洗得多啊，而家睇人哋洗牙，我真系第一次。真的压力水枪咁样喷射落去噶，咁点解以前洗牙都流晒血嘅？
我要買呢把水槍。好啦，而家莫先生洗牙啦，咁我哋轉頭翻嚟見啦。再排時間補牙啦。就是反而它洞大大的那个就可以补，但是这一个小小的有可能再下去就碰到神经就有点紧张了。现在真的有需要抽的话，以你的神经，就是说你 X 光上都看得到啊，代表说它是比较粗的，这比较简单的那种。对对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OK， 我是神经大条。我忘了问医生，我现在是可以正常吃东西还是怎么样？你刚刚有上麻药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那就可以。啊，肺是风产是？就50。哦。然后两个加起来就是100。他还说很贵，会今天。那你不是很贵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真的有点吓到。就是真的会去做一个健保啊。哦。我们交的保险是真的。吓到了。真的吓到。好，哦，谢谢。哦，我之前跟朋友去旅游嘛，我见到他有这个，我就觉得哇，什么时候会送这个？我以为有很大的工程才会送。我想问这个健保的，哎，每年是有限次数还是怎么算的？我们建议就是每半年都要来洗牙，啊，每半年那个健保都要重复洗牙。哦，每半年一次。对，每半年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你们啊，拜拜。我哋搞掂晒啦，终于洗咗牙啦，补咗我只牙啦。但系医生话我做另一只，原来系睇唔出比我本身崩咗只牙更严重嘅牙系要搞咯。咁佢就约咗我半个月之后再去睇啦。不过我很庆幸咧，医生赞我刷牙刷得好，我估唔到，我以为自己刷牙好求其，我仲要刷得好。总结嚟讲咧，我觉得台湾医生真系好普遍，我哋遇到嘅都好好咯，亦都系好温柔咯。即改變咗對香港嘅時候牙醫嗰種偏見啊！我以前咧，我成日覺得洗牙一定係洗到成牙都係血啊，或者係一定會痛啊！即香港有好嘅牙醫啊，等講翻先，戴翻頭盔先。香港我睇過嘅牙醫咧，係未試過咁舒服啦，成件事。唯一一次真係唔舒服就係頭先俾自己啲口水濺親咯。我嗰度冇拍到，淨係嗰度咯。咁其他都 OK 嘅。即而且今次係阿 Chase 錄住咗成個過程咧，佢都覺得睇完之後好放心，咪即刻預約咗去見牙醫，下次去洗牙啦。仲有一樣最 surprise 就係個價錢，即個診所咁靚啦，跟住個牙醫又咁好服務啦，仲補埋牙啦、洗埋牙啦、幫你照埋啦。當然啦，佢其實係計咗落健保度嘅。咁佢健保係唔知佢 cam 咗成1800嘅，其實成個過程，但係都台灣嘅健保咧真係無力嘅。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好好咁樣去善用個健保，唔好令到個健保第時破咗產，大家先會可惜咯。咁所以就大家都有責啦，就算居留喺台灣嘅人都好，或者台灣人本身都好，都要有責去保護我哋呢啲嘅權益啦。大家唔好濫用佢啦。咁濫用之後冇咗，大家都會覺得好可惜啊。咁大家一齊努力。保護自己好身體，保護自己好牙齒，咁啊第時咧睇少啲醫生，睇少啲牙醫，咁啊大家都少啲見用健保咯，咁所以健康有利啊！咁啊大家對於喺台灣睇牙有啲咩其他嘅感受，定係我哋睇到嗰間係特別好咧，就真係唔知啦。咁如果大家喺台灣睇牙醫有其他嘅情況或者感受，或者有其他經歷可以話分享俾我哋，隨時喺下面留言。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，就趕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發現其他更具爆紅潛力的影片嗎？趕快投稿給大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